福滿樓粵餐廳 Joy Cafe 啦！西多士你又食得多啦，牛奶華吐司你又試過未咧？哇！柯華田嘅獨特香味同煉奶湧曬出嚟，如果再配上一杯奶茶，咁就 very good 啦！呢個天鵝酥嘅造型幾 Q 甜，係用馬來西亞嘅榴蓮嚟做餡料噶，特別香甜。呢度嘅師傅朝早嚟到嘅第一件事就係開酥皮，所以一層層嘅酥皮口感好鬆脆噶。仲有佢哋嘅鮮果拿破崙，你睇下份量十足，色彩繽紛啊！松花酥皮夾住啲香滑嘅 cream 同新鮮水果，甜而不膩，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真係好正。他们参加福林善心人活动，凡购买餐券及消费固定菜单都捐出25元给圣坡医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